画面中可以看到远景巡逻在路上，看见一名男子要右转，却没有打方向灯，于是上前拦车，要对方停车。而成功拦停以后，发现这名男子没有驾照，而且浑身散发酒气。被查出酒驾后，还乱扯说是因为刚刚有吃咸酥鸡。带你看一段当时的情形。在头吃咸酥鸡，0.15到0.2，咸酥鸡跟你酒驾无同啦。事发在18号晚间7点多，高雄一名无姓男子骑车行经凤山区新富路，因为右转没有打方向灯，被后方巡逻员警拦查。而过程中，员警发现他不但是无照驾驶，身上更有浓浓酒气，于是进行酒测，果然酒测值超标。无姓男子甚至瞎扯说是因为自己刚刚吃咸酥鸡的原因，也被员警反驳这跟酒驾没有关系。最后当场被上铐逮捕，移送侦办。